两党都烂，我觉得他有希望。我女儿对他有信心，我们家都是他的票。你们家都是他的票？我们是老国民党的人呢。我们家都深绿，然后我朋友都深蓝，只有我跳脱出来。跳脱出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会做事情，一定要让他当上总统，台湾才有救。你身为一个互动方面出来选总统的人，你疫苗更动静啊，你完全无讲出来出声。嘿，安尼你凭什么要讲？出来选总统，你嘛是为着你的利益，所以你嘛是提升阮人民啊。哦，所以这就是为着要支持柯文哲。哦，我之前嘛是深绿的，我倒归用深绿的。啊，领导遐敢处理好啊？一半以上拢处理好啊。柯文哲真正，我刚才看最近伊的 YT 的讲话，柯文哲每一讲出来咧发表伊的政策是嘛，其他两个到底咧讲啥物，我完全听拢无。有迄个名，无迄个内容，你真正。上在打高空的对啊，讲的就是应该就是柯文哲当选，惊袂乖啊！哎呦，这上来场，握个手。哎，蛋姐，蛋姐，你啊，刚好方便啊！你访问，哎，你台南人吗？台南人。啊，你看想要支持柯P啊？两党都烂，我觉得他有希望。我女儿对他有信心。我女儿还没有去世以前，叫我就要柯，他出来选中的一定会投他。他台北市政府做得很好。了解。嗯。啊，你怎样知影伊今仔来遮？看网路。你看网路啊？嗯。啊，平常时啊，冇咧。我拢追踪，我在追踪。你有在追踪我？我们家都是他的票。你们家都他的票。我们是老国民党的人咧。OK，、嗯、感谢你。安尼，明年看麻烦大家帮忙投票。好，大家都加油，大家要一起加油。OK， 谢谢哦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就是说，你是在地台南的吗？对。那怎么会知道今天这个活动消息？看那个新闻报道的。新闻有报。好像是，都是看那个。YouTube 吗？脸书吧，对，而且都有追踪，平时都有追踪就对了。对，那像今天办的庙口开讲，像这种氛围，就是说在台南这样多嘛，就是说如果是以你本身是什么的支持者？我们家都深绿，然后我朋友都深蓝，只有我跳脱出来。跳脱出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真的会做事情。了解。那平常跟朋友聊天的话，会聊到这一块吗？不敢呢、欸。不敢啊。会被围殴。会被围殴。OK。OK。好啊，那明年选举再麻烦帮忙多多拉票。对啊，一定要让他当上总统，台湾才有救。OK， 好，谢谢哦。谢谢哦。谢谢。台湾的选择，台湾的选择，最好的选择，最好的选择，我们的选择，柯文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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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算，柯文哲动算，动算哦，当然吼，麦克叫我平静动声闹，来，我访问一个啊。因为我实在是太好奇了，因为我是刚刚做好奇，我用对脸书竟然看到你嘛在支持柯文哲，这是有什么典故无、啊？有什么典故哦、啊？就是我头先我嘛是用支持民进党，我投总统我嘛投蔡英文，但是重点是疫情的那段时间，你若讲你赖清德因为小英的关系，你无得出来出声。但是你身为一个副总统要出来选总统的人，你伫疫苗向动静啊，你完全无讲出来出声。安尼你是凭啥物要讲出来选总统？哦，所以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你因为你的未来、你的前途，你无出来出声，你即摆选总统，我明相信你讲，你有法度选了总统，为阮人民安尼出来出声，你嘛是为着你的利益，所以你嘛是牺牲阮人民啊。哦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支持柯文哲。了解，我先看到是不是有够惊讶，想袂到我的身躯比竟然冇人诶，冇只只冇。我之前嘛是深绿诶，我倒归用深绿诶。啊，领导遐敢处理好啊？
一半以上拢输票啊！我连哥哥全部都今年年初都本来讲要投赖神，称呼赖神，但是我怎得，拢改变要投种柯文哲啊！哦，因为我解释好听。嗯哼，赞嘞，真正强诶！啊，来看柯文哲真正哦，我刚才看最近伊的 YT 的讲话哦，柯文哲每一讲出来咧发表伊的政策时阵，其他两个到底咧讲啥物，我完全听拢无，有迄个名无迄个内容，你真正。算在打高空就对了，说的就是有影，就是这样。 OK， 你的业务应该是整个南部吗？不，全台湾啊，我卖槟榔的。哦，所以每一个台湾的每一个所在我都有在卖槟榔。啊，像你这样整个台湾这样走，你这样感觉起来的，你应该加减也也会想要去。有啊，因为我身躯边超过50岁以上的，也是民进党、国民党啊，讲正经的。但是50岁以下哦，话你像我过一个头家尔，伊本来不是到民进党诶，但是后壁拢改到柯文哲。了解。伊讲因头先看电视，因会到民进党，但是最近大家有咧入种 FB、YouTube， 看看，也是感觉讲柯文哲较好。了解。好啦，安尼迄落较麻烦一下，你爱转台湾拍拍照，也会使帮忙邮一票诶。柯文哲当选，当选哦，加油加油，咱镜头来遮。谢谢谢谢。哦，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要请教一下，是，譬如讲，咱要伫嘉义做一个磅博，啊是你爱对党部遐输土嘛，还是讲，互因家己处理就好啊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要交付一道表挂柯文哲的帆布？对。好，这部分我帮你处理啊。好，感谢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集资姐，集资哦，感谢感谢，好啊，谢谢你。